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耳根创作、头陀渊、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念永恒，后期制作平海林风，第738集，老夫要来挑战你。此刻的白小纯正在铺子内屋琢磨17次火的配方。这几天自从司马涛与孙一凡的魂药出了问题后，虽事情被周红花费代价解决，且用了最大的力气去化解影响，可他们二人的铺子还是在所难免的受到了重创，平日里已没多少人进去了。毕竟就算周红再去化解，可这重灾集中在89区以及周边区域，如此一来就算再封口，可还是被很多人知道，也就使得司马涛与孙一凡这里几乎无人问津，很是惨淡。反倒是白小春的铺子因其当日的正直表现，使得他收获了太多的人情，于是这些天他的铺子里来人是络绎不绝，大都是感谢之余也都来购买魂药，甚至于这四周的其他铺子的店家也都感慨当日白小纯的相助。于是在各个铺子里，但凡是遇到有炼灵需求的魂修，都会推荐其去白小纯的炼灵铺。这么一来，白小纯这里的生意自然更加红火，甚至都超越了当初豪赌之后的那段时期。白浩的魂也忙碌起来，白小纯心满意足，越发觉得自己当初那个手段很是无敌。当然这里面白浩的计策也起了大用，带着满足与惬意，白小纯研究这17次火也都顺利了好多。而且经过累积在一起几个月的琢磨，白小纯已经对于17次火更为了解，如今只差两个关键点，一旦他琢磨透彻，就可以着手去正式的实践炼制了。眼下他盘膝中眉飞色舞，隐隐的他脑海里已经抓住了第一个关键点的问题所在，脑袋思路清晰，正要抽丝剥茧般的去一鼓作气的将这第一个关键点解决，可就在这时，忽然的在内屋外的白浩魂传来一声惊呼，在这惊呼传出的瞬间，有两声轰鸣巨响蓦然间陆续传来，这声音很大，好似平地两声雷响接连炸开，更是让八方震动。白小春的这铺子也都震颤了几下，有不少地方更是出现了裂缝，似要坍塌。这一切吓了白小春一跳，更是将其脑海里好不容易抓住的思绪直接就打断了。他心头顿时就升起了一股邪火，猛地起身正要冲出时，忽然的外面传来司马涛与孙一凡的怒吼，白浩给我滚出来，白浩你卑鄙无耻，那魂药是你做的手脚，居然污蔑我们，今天老夫和你没完。这怒吼声音极大，不但震得白小纯铺子有些摇晃，更是传了出去。回荡四周时，被外面的行人以及其他铺子之人都听到。这些人在听到这两句话后，都愣了一下。白浩动的手脚，他的确是有动机啊，不过这事儿不可能吧？众人都迟疑起来，立刻关注地看了过去。白小纯此刻带着邪火，怒气翻腾，刚要冲出内屋，听到这句话后，他心脏猛地一跳，有些心虚，可却来不及多想。白浩的魂还在外面，他不能退缩，此刻瞬间掠出，在冲出内屋的刹那，他就看到自己的铺子一片狼藉。好在白浩的魂躲避开来，没有被波及，只是这铺子凝聚了白小纯不少心血，此刻眼看被人砸了，那种被人打到家里的感觉让他的怒火就腾的一下不受控制直接爆发。司马涛、孙一凡，你们
们恩将仇报，自己名声没了，就来拉我下水，你们才卑鄙！白小川眼睛都红了，大吼起来：当日若不是我帮你们，你们必定有一场生死危机，是我压下大家的怒气，是我给你们争取了准备的时间，是我让这场动乱平息下来。你们不思感激也就罢了，居然还要污蔑我，你们实在是欺人太甚！白小川嗓门极大，这个时候其实他心底是非常紧张的，知道对方或许真的找到了线索来找自己麻烦了，所以此刻先声夺人，刚一出来就大吼不断，声音更是洪亮，立刻就压下了司马涛与孙一凡，传遍四方。白浩，你……司马涛一听这话立刻就火起，刚要反驳时，白小川狠狠地一瞪眼，声音更大：我什么我？司马涛，你当初在我铺子外开了一模一样的店铺，我白浩可说过一个不字，我可曾去你店铺砸过，我可曾指着你们鼻子骂过，一切委屈我都选择了沉默，一切苦涩我都选择了咽下，因为我知道我白浩初来乍到，我惹不起你们，就算你欺我心善我也忍了下来，甚至你有难了，我尽管知道那是对付你们的最好机会，可我白浩做人有自己的底线，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四周铺子的道友被你们连累，所以我去帮你，可今天你居然来冤枉我，司马涛你有没有心呐？你若没心我要挖空看看，你若有心那么你其心可诛，你这不知感恩欺善怕恶自私自利的东西有什么资格来和我说话。白小川声音斩钉截铁，气势凌云，此刻话语一出竟如同一把把无形的利剑，持续不断地轰向司马涛，使得司马涛面色不停变化，竟在白小川这气势下被射身一般，下意识地后退几步，死死地盯着白小川，浑身哆嗦着张了张口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白浩，你休要胡说！孙一凡眼看司马涛被白小川的犀利言辞气得浑身颤抖，一时语塞，他立刻向白小川喝道：孙一凡，你给我闭嘴！别以为你家白爷爷不知道，你与那司马涛一丘之貉，在我铺子两边，你们两个如此卑劣，仗着背后有世子撑腰，仗着你们在炼魂中的老资格倚老卖老，对我不断压制。我一直想问问你，我白浩可曾得罪你？我们无冤无仇，你为了一己私利想要断我活路，做不到也就罢了，如今竟为了清洗自身恶名，居然反过来对我诬陷。我告诉你们，我白浩行得正坐得正，不怕邪风。白小春这番话语说得堂堂正正，舌灿莲花，口若悬河，气势此时伴随着声音更是滔天而起，竟让司马涛与孙一凡被生生地噎住，只觉得胸口都要气炸了，可却说不过白小春。至于外面的行人以及四周店铺的店家，此刻也都一个个开了眼界般，首次感受到白小春那里的言辞居然如此犀利，竟到了口诛笔伐的程度，甚至比一场斗法都要精彩一些。而就连躲在一旁的白浩的魂也都傻眼了，他还是首次见识自己这师尊的嘴皮子，有些瞠目结舌。他不知道与今天相比，当日白小川用白浩的身份在那白家盛典上，那才叫真正的言辞若剑，句句杀人，字字诛心呢。你这孙一凡气得脑海嗡鸣，声音也都断断续续，实在是他与司马涛不擅长这种针锋相对的言辞，毕竟对他们来说，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地位才是最重要的，他们可不能如白小春这样压根儿就忘了自己是元婴强者，还是如小修士一样说话办事。可偏偏呢，白小春还真的是元婴强者，而且还是佼佼者，战力惊天，
如此一来，他言辞又犀利如剑，这就让人有种无力感。白浩，多说无益，你承认也好，不承认也罢，今天老夫要来挑战你，我们不比术法，我们比炼火，输的人从此滚出葵皇城，最是终身不能炼火。司马涛缓过气来后狠狠咬牙，立刻开口。孙一凡立刻就反应过来，明白纠缠回药的事情对他们不利，这件事好不容易才化解，旧事重提本身就是愚蠢的，眼下更重要的是报仇，只要将这白浩生生压下，便可侧灭洗去耻辱，日后慢慢散播消息，必可化解前几日的狼狈。想到这里，他一样低吼：没错，白浩，孙某也来挑战你，你既有手段在回药中动手脚，老夫就亲自来看看你的炼火本事到底如何。本集已经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请您多多点赞评论，喜欢请订阅此专辑，转发到朋友圈，谢谢。